这个 download 了过后要按这个是吗？按了这个 Truecaller 了，然后要按设为默认是吗？它要设为默认应用啊，就好像你的 app 啊，好像你允许它进来这样子啊。有，等一下我过去买。OK OK， 谢谢你啊。对。